上海话是集合了上海、江浙地区的方言，属于吴语，是华语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系。其中众多的俚语组成了现代上海话的一个重要关键。通过本小说，让您更为了解这个语言的特点。本小说使用上海话播讲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点赞。确定心安，也就是个心中有数，面孔呢显得比较安心，指定姓王。钢铁厂里向做生活啦。生活邪气吃惊，胃口也越吃越开，一顿好吃一斤哦，还有朋友一顿好吃两四斤哦。国家定量一个号头只有55斤哎，小菜嘛又不大理开荤，哪能办？自家动手，丰衣足食。根据最高指示啊，小分队自觉自愿个成立了。小分队里向个老师傅手蛮巧，拿运输队。掼脱个大卡车内胎啊，做成功橡皮背带裤，连牢子套鞋，再做只网兜，哎，专门把小书包下帮里头撩下去啊。小绍兴、小浦东，小辰光蹲辣乡下头，外加空下来啊，侪欢喜穿红灯记，还算有职业背景哦，负责夜到摸黄船。小绍兴呢，左手提只车间里个矿灯。右手呢捏着竹板板做个黄船格子，背后头背着箩筐，派头邪气革命。小浦东啊，吃相难看是难看，像北非革命辣上映啊。嘴巴里头咬着手电筒，头颈高头吊着小破包，看真照来年里头一段白毛线，搿是黄船个前门啊，再寻着后门，前门后门堵牢。往当中一误，黄船出来了。不过两家头侪勿足地基的，搿算是职业道德。天再热眼唻，人家大家人多了，大家一哄头脱个精光，跳到河浜里头去摸水菜，一个个踏水啊，急忙河浜底下头啊，探发探发，碰着硬邦邦个石头架个物事啊，十有八九是水菜。拿吊着头闷死下去摸啊！哎，半夜里头食堂门口老早门锁脱了，大家车间里头加菜，黄鳝杀好宰好，水菜肉宰好，一排头驴子、饭鸽子摆了，还有眼余温的钢盘高头。到眼中浪头食堂里偷出来个料酒，沏沏腥气，再加眼啥个葱咯、姜咯。有上次啊，两个上海人胆子大嘞，夜里向溜出去哦，三哥通过个封锁线了，爬到乡下人自留地里头，菜鸡头辣椒去，你夹进去摘啊，筷子三翻两翻，一车间香气。当时碗里头哦，到眼开始，炖出一碗再一碗再牛奶加的五金汤呀，搿里头哦，金灰色个老师傅啊。啊，大致半瓶五加币啊，跑来个闹忙。哎，三哥是大排档啊。那么参加小分队的人头啊，越来越多。不加班的啊，夜到十点钟爬起来，人人侪变成夜班工人。技巧呢，宿舍里头有个工人叫永琪，又组织一支民兵队，算是小分队边外队伍，当麻雀对口。人多嘛，人来疯呀。夜头太卖力了，哎，夜里向开工哦，一个一个拐头拐脑，头头割出苗头了。半夜里，突击检查革命生产，饭鸽子、糖醋丸加上里头小菜，通通充公。外加好好叫吃批评哦，看看叫，看看叫，吃饭饭浪头，做生活硬骨头，瞎胡搞，上班不要上啦。自家动手，丰衣足食是最高指示。炸革命出生菜也是最高指示。看看叫哪一只只各自不晓得几下个面孔，也要面孔啊！搿勿是我共产主义强国典型的吃里扒外吗？好好叫要深刻检查，嘴巴加馋，加要吃，当心叫那通通吃老米饭。搿小菜啦，实在叫太香了。物事好扛，哎，味道难扛啊！小分队、民兵队，夜夜叫摸过去。
土匪老巢辣卫生室屏风后头，一只手电筒用鞋带拨辣床架子高头，小菜摊辣一箱子浪，头头哦两只脚盘起子吃香像茶山雕，传统嗷嗷，老酒咪咪，肉片擦擦，吃得了面孔红彤彤啊！大家吃心吃苦，没结巴头头穷吃的阿年头，不要讲阿年了，上工啊！阿七阿八啊，不是也老早翻身了吗？我搿火冒得野来哦，冲进去一接头屏风蹬开，有个新接个小轻功哦，还从后窗门跳下去，跳到床高头哦，头头一记头眼了哎，大家火气大是大啊，不过头头总归是头头啊，也勿好轰上去亲头头吃生活个，人民内部矛盾，大家东风对杀，面孔也是啥红旗对红旗。侪勿晓得哪能收场好，勿晓得啥人哦，因得事体过脱哦，没人认账哦，栏目上头叫一声，首长辛苦了。头头啊，一分钟面孔浪没表情，像刚刚杀过江湖一样，又过脱一分钟哦，头耷耷，杠子一声，同志们辛苦了。哦，大家侪吃了一颗定心丸哦，定心丸没。饱是吃不饱啊，好吃也没啥好吃，总归也算是吃过了。肚皮里头还有眼么子点点记啊，没吃饱的一个小轻功啊，吃香啊，拿屏风烫起来。吃火腿，吃火腿就是把人家一记踢了着了。第十七页，新晋电视剧放大片子了，讲啥啊？阿婆媳妇的大战争。画面里头啊，媳妇做事体做到啥地方？阿婆屁股后头跟到啥地方，跌勿好，衣勿好，跌跌戳戳，收拾力闪过，擦不打领带，引得交关人啊、看子啊，侪会得伤心啊。阿拉屋里向的事体哪能拨人家晓得呢？毕竟还会得是得阿拉个老邻居马大嫂了儿子啊，迭个小赤佬从小来塞的，老是啥事扛墙头浪，写人家坏闲话。阿拉娘哦，没迪巴利心的，伊勿欢喜看迪巴利电视剧。伊的意思啊，是没必要吃宴客饭。倒是我有一嘟嘟脚趾头啊，没卡清爽的手气啊，想想蛮出气。有一年啊，阿娘啊，阿娘啊，从珠海夜宿搭转来，一家门大大小小，通通站台票买好接伊去哦。结棍啊，大进宫哦，闪过张大山乘火车到北京。阿拉娘叫我袋袋里扛好交交关水果橙子，到辰光好香榜博行里，老拍马屁。迭位观众，我定规要第一个冲上去，轻轻捏捏叫人。阿娘一下火车，大家马蜂斗五蜂一样轰上去啊！我埃辰光投资好好叫没现在活络，人长得有小样，差号叫小中计，随便轻飘飘抬了人家屁股外头。阿拉娘发老急了，头颈根浪向哦，顶我一记哦，由肩胛浪推我一把。哎呦，我拿我推到，差眼拿我推到火车底下头去哦。等我重新爬起子嘛，再想夹进去嘛，连调好好也没嘞。阿拉娘又气又急，请我吃子一记抖他。我嘣一记，有人又跌下去了。搞了我好讲啊，我是有资格伤心的了。不过今朝讲的不是吃抖他，是吃火腿。搿滋味也是勿一样的。第一年端午节啊，阿拉娘啊包子粽子，特为去拍拍个阿娘个马脚。阿娘拿到厨房间里上煮面条，洗脱以后面头一皱，讲粽子啊割伤，细巧拨我听见子啊，牢骚报告阿拉娘去啊。哎，有细巧拨阿拉爷听见我打小报告，面孔黄抽筋，我一看苗头勿对，牢骚道啊，哎。人事上啦，有桩事啊，真的蛮怪的啦。那个辰光，上海滩有只案子哦，阿哥拿只菜刀，阿妹要往外头逃，也就逃脱了。不晓得哪能往高头哦，把我是一只路子啊，一绳逃到了沙田浪了。没来得及问姚龙，阿拉爷追上门来，追上来啊，门砰一推，对我撩起来就是一脚，撩好又跑出去散心了。哎，我捂了屁股，下天下来哦，伤心嘞！阿拉娘问啊，
痛伐？吃火腿啦？我一听精神头立马嘲笑上来了，头穷得，嘴巴里向穷叫，痛死了，痛死了！心想的记好了，夜到好吃火腿补补了。当然夜到是没火腿的，因为我已经吃过了。第二日我跑到弄堂洗好面子啊，各到各处就讲啊，晓得伐？阿拉屋里昨日吃火腿了。为此，拿两个小兄弟呢，面孔高头侪老像煽风点火煽起来呢。我还加出一句，是进口火腿哦，娘个冬菜难回家哦。夜里吃夜弄堂饭的辰光，侪辣辣传，我小辈侪吃外国火腿了。吃老酸，就是够浓稠的，够你受的。便是三家头的生活，要我一家头来做，真吃我弄老酸的。三个人的活下，我一个人干，真吃老酸啊，真够我受的。三家头的生活要我一家头来做，真吃老酸啊。半夜里两点钟，招聘间有人敲门，敲门的人啊，不管李老敲，轻轻叫多一记，停他半分多钟，再是轻轻叫一记，比做老不是心想还好，老客了晓得有事体，不管开电灯。底气一只羊辣桌头，敌人光头眼暗眼，门开一条缝。哎，老知识分子哦，往后退至半步，老客了再看清爽，搿只隔了四百个面孔，他一只狗头缩脑的长相。哇，要不是平常大家熟悉哦，人吓人要吓死人哦。我说，请进来坐些。客了仁兄，老知识分子咔咔眼泪水。伊是拨专政对象批斗交代毁财，真叫是一座大山压牢另外一座大山呀！实在叫翻不过去了。我跑前头来望望侬，我儿子就靠侬照顾照顾了。老客了一把抓牢老知识分子两只手，知识先生，侬千万勿好想勿开啊！我晓得侬啥地方出毛病，侬是吃老酸啊！人嘛，一日到夜老是吃酸，弄得了一肚皮酸胖气，哪能会得不出毛病呢？侬要把自家弄眼甜甜咸咸吃吃，侬是高工哎，厂里工作少不得侬啊，侬是有前途的。老客了点过杯开水，里头加过白糖，交关抱歉啊，水温腾腾。我晓得侬平常日节只吃几分样的小菜阿是啊？香烟嘛，只吃八分样的一包生菜吧。迭真叫是平常日节做人家嘛也没啥。眼眼条勿是平常日节啊！我讲啊，伊拉再请侬吃火腿啊，侬就吃一锅三分勇士牌香烟，两锅样的大排骨。老知识分子刚刚低子头碰牢茶杯，拿着头抬起来了。食堂里向大排骨只有一锅四分啊！老客了笑笑。知识先生啊，侬真叫聪明一世啊，哪能好辣海食堂里吃呢？哦，是个，我有才。后头帮啤酒瓶底差不多的眼睛皮后头，老知识分子两只眼泡皮啊跳两记。方才我昏头嘞，哎，伊拉请侬吃耳光的闲话啊，侬也勿要客气，吃完伊拉，吃两锅四分两克的生煎馒头。在两锅样的加碗咖喱牛肉汤面，肚皮光包子再来包有血脂的飞马牌，三锅样的三锅活神仙。是个，没血脂两锅八分，我不买。老知识分子眼睛眯起子，我有数着，我有数了。知识分子，真的有数啦？看侬也不想困，阿拉呢来采慢慢子好吧？几张香烟？打个地方，我想想看，五色，哈哈！要是伊拉请侬吃飞机嘛，侬就吃五谷样的八仔鸡。哎，再吃五谷样的来包带果粒子的洛上海，还要来瓶上海牌黑啤酒，半斤阳春面。要是伊拉火腿、耳光、麻丝、帽子、飞机，请我夯不啷当一道吃。哎，我就生生气气一块样的红肠叉烧。烧头肉来只拼盆，一只松花皮蛋，上白菜，葡萄酒米，黄丝黄，中午吧也不买了，大马路食品一点，
一块九角八分买熊猫吧，回来阿拉两家头一人一小包。哦，老知识分子哦，两只眼睛挖开哦，激动得发光。老客啦，又倒至一杯开始，多摆了草堂。哎，那伊拉看见侬吃老酸嘞，吃得开，吃得开啊，就是昂得通，受欢迎，吃得开是行得通，受欢迎。上海人吃头是不对，里头耳光也好吃，叫吃耳光，把人家一脚踢过去，叫吃火腿。小囡啊，屁股高头打两记叫吃屁股。阿拉个之南啊，到至贵州。贵州有啥好吃？五星草，阿拉一边腥气；泡海椒，阿拉一边太辣。狗肉倒蛮好，不过老乡屋里啊，看门啊，不好动脑筋。笋，阿拉邪气欢喜。那么好在山高头竹林的平房，山谷啊，前楼条后头，后楼条亭子间，哎，亭子间条泥人阁，一年不如一年啊。老乡禀赋老猛一声啊，那是上海人吗？还是到哪来个大熊猫啊？没几回日节哦，食堂里向个老师傅了，还阿拉个脚下来啊，我脚下头啊，哎，锅贴、馒头、糖花球，样样色样啊，侪老句嘞。独自小笼馒头做的稍许皮子厚子眼，哎，特别一个隔辈子啊没跑出去个山区个老师傅啊。啥叫啥味的修正出了腹肌肉松，阿拉耐心耐想教伊，神经肉是实实些，一定要实得了踏踏实，不然噶炒出来硬得像炸弹。屋子里倒眼油，慢心慢想慢慢叫炒，末节加眼酱油、糖，老师傅一炒，大半天辰光就黄脱，别样事体。才不要做了，军队不要发齁了，不要当我没知识，腹肌肉松就是台湾肉松，那搞什么一个东西啊？哎，小猪跌金刚讲的是，小不拉子翻天了。不过此地讲的小猪呢，倒不是上海小猪头，是军代表那个宝贝儿子。哎，小猪跌下来哦，伊拉也金刚也立不牢。培养知识，上海小区头书里头没学过，只晓得两个邪气扑朔的道理：吃人的嘴巴软，鸭子吃黄连，有苦讲不出。上海小区头和军代表那儿子啊做导盘，哎，今朝呢把伊吃半根导泡泡糖，明朝啊再把伊吃半根，第三日天呢，哎，宝贝儿子吃出念头来了，又来讨泡泡糖，小区两只手一摊。要么吃空皮，要么阿拉自家做泡泡糖。宝贝儿子带路，又是炒米粉，又是倒麻油，碗盏里头调眼温开水，一人一双筷子，流得了起劲啊，流到黏哒哒。上海小区头请宝贝儿子尝尝胜利的果实鲜。军代表接到紧急通知冲进来，宝贝儿子先跑啊，嘴巴里向暗暗无穷叫：“爸爸，爸爸！”侬看我做个泡泡糖，一次泡军长高头一大摊，军代表吃瘪。那么食堂里头啊，上海小吃的品种啊，越吃越细，里头大世界地酒酿也有嘞。哎，宝贝儿子来得了，欢喜上海人做地酒酿，一做地酒酿，伊也有事体做，辣海饭浪向啊，熟眼子。伊拉也跑过。除脱嘴巴上骂两声小流氓，当心将来吃枪毙，也只好摇头啊。等到过春节，军代表已经代表不出，弄得吃不开又吃不消，也不叫大家包水饺了。阿拉四磨粉、搓黑洋酥、汤团吃嘞。等至过中秋，军代表当报告派人，上海买月饼去，引得群众反映：贵州月饼，什么里个东西？冰糖雪、花生米，外头包成油酥皮，熬了嘴巴里刷刷刷，饭里向夹沙子啊，绝对影响阿拉的劳动积极性啊！上海人讲月饼啦，只要行话了。军代表最高指示啊，不喊嘛，一半里个一半指示总要有啊。
杏花楼是啥？一朵啥花啊？采购要有眼黑丝丝哦。万一弄错脱转来啊，有得吃，别过是吃排头。我哪能晓得？我上海又没去过，只看过霓虹灯下来那个烧饼。怕侬出差大上海，就是叫侬去挑挑侬啊。侬也勿要抖火。上海人讲个到至大世界门口，抖门一升起，上海人介会得吃，会得勿晓得勿啦？大世界辣海啥？怪勿得上海人叫侬阿寿啊！侬只黑拎包啊，黑塑料啊的拎包高头啊，画个勿就是大世界吗？勿认得，只包提起来，人家就带侬去了。搿采购员越听越好，哪能得我接头一样？并勿牢问一声啊！万一我迷路，被上海人追猜脱，屁哟！军代表红包丝摸出来，采购员额骨头浪一敲，同志啊，侬还没到美国好吧？十年一晃过去了，军代表屋里大年初一，早浪习惯吃泡饭，过泡饭的小菜就是福建肉松。伊炒好子还要分拨邻居隔壁吃，自家炒的。一没香精，两没色素，味道好哉，好吧？上海人搞的，肉松红彤彤，外头散金，泡饭细细白，里头像肉，搿叫金玉满堂，讨口彩的。我又要讲了，上海人吃头是勿对哦，上海人本事大，到啥地方，啥地方吃得开。我儿子就是半个上海人，现在辣海深圳开厂。哎，阿毛家子哦，看见阿毛做生意哦，又看过。电视剧阿星，伊相信自家也好做啊。生意经七七八八、上上落落，交关搞个，伊有眼办勿大清爽。只听人家弄堂里向讲啊，红木岗上蛮好的，哎，又好自家用，又好传拨小人。外加两年一只根都翻上去，从来没啥跌价个哦。伊上心唻，别个勿懂，台子凳子总归晓得个。90年头头浪，伊花资十几万，拿屋里加上统统调成红木，里头了马桶也是红木啊，抗发抗发，哎，总算抗到眼一世纪了，把阿毛眼苗头看看，嘿嘿，寻手就加上个老板上门估价钿，老板手一搭，闲话一句头，打死半粒米，阿毛家子不听不懂哎，哎，叫人叫盖力来，盖力啊！东摸摸西摸摸，心里头有数了。啊，伊讲胖顶5000块，啊，还是美金啊？阿毛家子婆两只手跟落个盖里摸过的地方去摸一遍，蛮光爽蛮扎子个嘛。还是我有穷用旧脱啦，不是讲包着个吗？旧倒不旧啦，不过不是红毛。老板笑嘻嘻的向伊一点啦，作兴呢，搿套家裳就是搿只赤佬啊。伊只赤佬弄出来个第一桶金，是东南亚进口的巨材布鲁格泥质红颜色。东南亚听得懂的呀，布鲁阿毛家子吧听得懂的，搿对个呀，也是进口货呀。垃圾也有进口的嘞，叫啥洋垃圾？哎，不拿侬要勿啦？哎，搿蛮头结棍哦。阿毛家子婆黄斑啊，嘴巴里浪一咬，前头一句实在点哦，没骂出来，只讲后头一句，帮垃圾有啥得讲啦？哎，搿么我再问侬呀，侬要吃非洲党还是东海党啦？难道阿毛家子婆勿想了？搿家子婆啊，把只车马费啊送脱，也勿叫改来啊，再看看是真是假？哎，来时勿叫问改来。又是阿毛问起哪能办啊？哎哟，满心主意啊！侬就帮伊讲，亏得侬只买了一套，要是买两套还要昂塞嘞。对个，对个。盖力帮阿毛家子婆寻开心，阿毛家子婆当补习吃紧，夜头照盖力个闲话讲上去。谢谢侬讲问哦，阿毛啊，面貌啊，气得了倒挂上去。今朝我实实在在围观。我今朝也是实实惠惠，觉着社会主义优越性嘞，亏得我啊，只好套一个架子布啊。大道，道理充足，正道消息。儿子结婚3年零6个半号头，
牛阿姨在第一大厅前丁克搿个事，有股子足足一个礼拜。平常日节报纸也勿欢喜看一张，只看电视里阿青讲故事个牛阿姨，一只五头台阶下去，街道图书馆解释证也办好，侪东京搿个事扎根个。头初里啊，也就是刚刚开始啊，牛阿姨啊，绝技啊，定规啊，就是要弄眼自家个暗阳功夫，坐一坐嘛，多跑跑。双休日一年一年有讲头，吃不大好，跑到新妇房间里开大道去啊，就尬三胡去啊。侬是蜜糖水里跑肚个。老早的啊，洋食洋么子啊，头名的侪要凭票啊，一户人家五个人算大户啊，摊板一个人，四个人就算小户嘞。大户好买两条黄鱼，小户只有一条，就少脱一个人哦，整整七十人啊！我想我上庄享福了，蛮好多养一个小人。大道开发开发，开到不小有山。搿新妇啊，勿得抢，也勿生耳朵个。哎，窝辣沙发里向哦，一头翻时尚杂志，一头看蓝色碟片、蓝光碟片。再下去啊，牛阿姨就没介好心思想了，拿新妇勿肯养小人个事体啊，开销出去，通过人海转入。通过人民群众辣海新妇背后头滴滴戳戳，叫新妇啊勿得勿买账啊！老衲几个老阿姨啊，蛮起劲蛮相帮啊！一颗关爱时个红心哦，火热达达滚啊！哎，一只钢针盒子贴辣胸口头，眼睛一杀，好撑汤下面唻。嘴巴高头狼言狼语，狼得了结棍啊！一碗刚刚下好的热汤面哦，摆到伊拉嘴巴高头哦，嘴巴下头啊，吸吸，就变狼面了。不过没几日天啊，就把自家的儿子媳妇关照顾，不许搁了人家年纪轻的里头事体里头，搿是个人隐私，晓得伐？啥？个人隐私？牛阿姨又跑到图书馆去了，转了一看，新妇马子只狗，哎，当着牛阿姨面哦，亲亲热热，口口声声，儿子儿子，像养个小人一样，买衣裳，买出门这个小鞋子，买行李，买来撸狗粮，买狗大浴的香布，牛阿姨死一刀。只好跳出来上枪了。做女人不好养小人，不好养小人啊，不养小人啊，不养小人是花路子，要来打啊！心腹咪咪笑，叫那小人不要来寻我了，我已经有小人了。抱着狗儿子回娘家去了。哎，屋里事体闹大闹僵了，牛阿姨跑到抱去个老娘屋里讨救兵啊！老娘一头戴着老花眼镜，接绒线一头告伊讲啊：“做人要讲将心比心，我哪能不将心比心啦？儿子不是我养的，我养伊的辰光几乎苦啊，又没营养品，又要翻三倍。伊买来的狗粮，我不要讲牛奶也没资格吃，连国产奶粉也买不起几包，有个是作哦。”侬忘记脱啦！上山下乡的辰光，侬要死要活啊，不肯去。李各位头头，敌伪派出一帮积极分子。侬隔壁老二头也有份。日昨日辣海阿拉屋里门口头敲锣打鼓喊口号，连牢脑子五日天，侬是天天哭啊哭。第六日天，侬扛不牢了。只好派出所户口消脱，打包裹上路。侬不要讲没文化，
我晓得的，这个叫精神折磨，侬记得伐？后首来老年头的大囡儿也归走下乡，乡下头去了，想回也回不来，转来，想回也回不转来。伊打招呼叫侬拿账算了四人帮头上，放一个黄四郎屁，你阿姨牙齿也要咬碎脱。搿日天转去啊，牛阿姨叫儿子拿新户籍转来，讲清爽，再也勿提养小人的事体。开儿子，新户大肚皮来，原来啊重阳节，新户单位组织伊拉敬老院献爱心去，介许多孤老头、孤老太看见有人来忙，伊拉哦真开心啊！那新户勿晓得讲拎亲好还是搭老好。一个号头来喜妈妈嘞，上铺哦，狗对大肚皮不好哎，急别讲一急，等到牛阿姨的房间里去了，每日天吃好过夜饭，哎，只看见牛阿姨兴冲冲抱着狗身子啊，弄到外头兜风去了，人家嘲伊啊，牛阿姨，侬已经抱身子啦，牛阿姨笑嘻嘻，侬懂些啥？我想学子讲下来交关了，突破有子身子啊，又要穿上去嘞。还是侬狗身子好嘞，牛阿姨招招狗头，小狗汪汪两声，哎，交关接领子啊。好，搿只故事就讲光了。大瓜路子，大瓜路子呢是指脾气、思路、讲闲话、举止侪比较古怪的人。上海人还有一种游戏的方式叫打牌，叫打大瓜炉子，这是一种升级。阿猫啊，有几眼钞票啊，割手就闯穷户了。辣高三个辰光，得上了密室试啊，哎，高一哪能有花头了？搿个女人啊，辣国有大企业做财务总监，一个号头出拨工资就八千哦。硬胖硬高智商高学历高收入，眼眼叫伊就相信阿猫。阿猫一看伊介相信，头晕唻，想逃散。不过搿个女人啊，是精算师个怕死啊，会得把伊混过去伐？三年两头要阿猫离婚哦，还要得知搿阿猫个家子部谈尽头。阿猫越想越不是生意经啊，只好请阿三出面帮伊割肉。阿三呢，改至礼拜六，女人加班，不过工厂又没人的辰光，冲到女人办公室，五万洋钿掼了办公室高头。虽是股市有风险，女人不肯，不缺钞票，也不要钞票，伊吃阿猫搿只股票吃定了。阿三跪浪头吓女人啊，讲伊老家高头出来的，割到了侬面孔上，割两刀，割割奶油蛋糕差不多。搿女人一听勿买账啊，勿要讲奶油，豆腐侬也勿要想，倒是伊先动手咯。对阿三又骂又拉，阿三也勿客气啊，一句连一句。女人地上爬起子，蓬头痴子一样发疯哦。嘎个扑上去啊，帮阿三拼命啊！阿三啊，哪能一记头像是电视电没了嘞？哎，调根蜡烛插在办公室当中，挺当不动气。阿三觉着密室师啊是强调母子，哎，密室师觉着阿三啊是男人里向的男人。开头宣言辰光呢是男人，因为男人呢是要动手动脚的。目前呢被伊宣的辰光呢也是男人。因为男人是要把女人出出气的，办公室里向对考考好两个礼拜，阿三怕啥考好，和密室师结婚了。阿三阿猫呢？阿猫总共送他十五万礼金，五万本身是把女人的分手费，再五万是把阿三的劳务费，阿么五万是把两家头的封口费。也就几日天的功夫哦，弄堂里有人传来，阿三帮朋友敲烤麦饼，烤出一个架子户，阿妈吓死他了，又呀呀叫申报报纸哦，报纸五万送过去哦，意思里是关照阿三
千万勿好讲出考个是啥人的美兵。美兵，蛮好蛮好，阿三头搭搭，撩起油纸管，请阿毛吃这一顿生活，赤佬侬记牢，伊是侬阿嫂，也是我阿三个家子婆。下趟再听见侬嘴巴里勿言勿善，阿三勿忙下头讲了，把钞票掼辣阿毛面孔上，阿毛捂牢面孔捂出乌了。再哪能我也是介绍人啊，真个奇怪了，真个叫美人十出墙啊，十出墙啊！阿毛闲话没讲光，真个是白腿就倒。